今天是你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日子，你们就要从学校毕业了。恭喜你们完成了人生一个重要的阶段，你们也逐渐成长茁壮，慢慢的朝向成熟的大人迈进。比你们早一点长大的我，有一些经验想要跟你们分享。首先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这只是你们人生中头几个毕业典礼，接下来你们会有更多的机会，要和你们的身边的朋友相聚，而且道别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用真诚的心对待他们，用开放的态度理解每一个人的不一样，并且拥抱不一样。更希望你们接下来也能和朋友互相勉励，彼此分享。人生的道路上会有很多快乐，也会有困难。祝福你们在这个过程中都能够有真正的好朋友来陪伴。其次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好奇心。小学阶段你们学到很多的基础知识，你们的世界正在逐渐的成型，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课本上以及生活上的知识要进入你们的世界。面对这些不懂的事情，请你们不要害怕发问，相反的，希望你们一直保持问问题的热情，也不要只是满足于别人给你的答案，要自己去找到答案。所以请你们尽量问，用力问，用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世界。最后，我希望你们开始培养面对失败的勇气。人生路上难免会遭遇到挫折，希望你们能够相信自己，拿出勇气，并且找到方法去克服。请不要害怕失败，因为每一次的失败都是给我们更多的能量来挑战并且战胜自我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面对失败的勇气，不畏艰难，不怕挑战。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同学毕业快乐。